高跟鞋是女人的恩物，我整个鞋柜大概有几百双鞋子吧。其实真的是对高跟鞋有一种又爱又恨的感觉的，因为高跟鞋可以呈现女性很高雅的一面，可是穿久了，小腿啊、脚底啊、脚板啊，还有那个鞋子的鞋度是真的是很倾斜的话，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那个几根脚趾头，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疼痛。我放工回来，身心已经很疲惫了，在很累的状态之下，还要为自己的双脚按摩，临睡之前做抬腿的动作，其实真的是很耗时。可是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 ，Use Stiletto 呢，它跟我一般以往用过的脚部按摩器最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需要力道很足的一个按摩器，让我觉得 Use Stiletto 完全可以符合我的要求。它就像家里有一个按摩师一样，用双手紧紧地裹着你的小腿，它主要的就是滚轮的那个动作，其实可以覆盖整个脚底，从脚趾到脚弓、脚心，一直到脚跟为止，整个血液循环就流畅了，所以整个人也舒服了很多。这个动作完全可以消除你穿了一整天高跟鞋之后的疲惫感，也可以帮助你消除水肿，太棒了！我决定了 ，Use Stiletto 就是我的生活凉拌，而且它轻盈方便携带，以后不管去任何地方，我都会叫我的助理帮我携带。舅舅，我们准备出席活动了，来了。有了 Osim Use Stiletto， 我就是高跟女王。Osim